您是不看好中国？我是有工作，还有咱们歌手呢。我是我看上，我能有个家传，就是恶心的东西都不看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是好的呢？说不出来，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就是说非看好的哈，只要看了不痛就能忍。哪些是您觉得看？陈道明演的那些电影，话剧，我们俩也是好朋友。聊的时候，你听他对艺术的那种理解和见解，他当个事儿，就很简单。你说白了就是他当个事儿。那中国电影现在好多人就是说，就把它当个这个挣钱的一个这么一个行当，是吧？然后就比谁花的时间少，然后谁挣的钱多，啊，这个我理解不了。在我们受的教育里是影视不是干这个。嗯嗯，那您应该怎么样？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路径，您能提一下？就是都像我这样不看，真的全都不看，他就要反思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你看我们好像衣服都快脱光了，这个老百姓也不看啊，所以他们就要动动脑筋，做点像样的东西，是吧？他们现在随便做个什么烂东西，哦，你们看的还不是激动，不是高兴，那可不就做了。嗯，那中国电影现在400多亿了，那您怎么看呢？就是那是因为中国电影票房已经400多亿了，就您怎么看呢？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影产业有进步呢，还是因为中国？它是因为它的那个银幕数量，现在它全世界第一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就应该有这样的数字。我和他们在广场是零四年，没问题，我们在这儿听。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。嗯嗯。也说没有那么多钱，然后我们自己再掺点水，再造点假，我们都知道是吧？再合起来就是这样。作为这个电影主管的这个部门，肯定这个数字应该一年比年高，对吧？要不然面子不好看嘛。为什么你要在微博上去骂我们大学生？